前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警大校长陈？我先讲这个警大校长陈泽文，在五年前被人家拍到进出招待所喝酒的事件，前几天新闻报很大，对不对？今天更劲爆，今天民进党不敢报。哦，我跟大家讲，哦，连我们台湾的检察官，哎，检察官也去招待所，难怪嘛，难怪有案子不会破嘛。哦，流氓跟法院，原本我认为流氓跟政治人物这样已经很扯了，现在流氓跟法院，这就是民进党执政下的。连检察官来看黄国昌这个，连检察官都去招待所喝酒了，哦，看到没有？新北大警官哦，包含的他们在赌那个前几天在赌那个牌九，全部都是内湖侦查队长也是哦，警政风室主任，什么叫做警戒政风室主任？就是专门在查他们有没有，就等于廉政公署啦。政风室就等于专门在查警察有没有贪污的一个单位，也是警察，就等于军人里面的政战单位哦。结果一样贪更大，抓人家贪的自己也贪，连检察官也去检调警察，连这个警察里面的专门在抓贪污的，通通都去喝了，通通都去了。哦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文，来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国家还有未来吗？然后在这个时刻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我们的执政党在忙什么？在忙什么？在忙做戏，在忙选举。这个算很大的事情，连检察官，连警察的政风处主任，这么大的官哦，全部都去喝花，全部都跟流氓都去私人招待所做坏事嘛。哦，私底下不知道做了台湾多少坏事嘛。哦，难怪嘛，警察抓人，然后他们放人，刚好一个体系嘛，怎么抓都抓下面的小鬼嘛，都抓这些小弟嘛，老大都不抓嘛。台湾就是这样，我讲过100次了啊，没有人要听我的。哦，现在你看看黄国昌把他弄出来，还有一个更好笑的哦，我可以给他po一个更好笑的东西啊。来，这个更好笑。这个超好笑的，哦，我先讲，等一下把新闻献出来。前几天呢，我们的徐国勇部长管警察的台南开枪88枪，我看到新闻又在帮他洗了，坐镇指挥哦，直接人下去台南坐镇指挥，然后叫一大堆新闻记者在那边拍啊，有他妈台南市长啊，有他妈的警察署署长啊，还有他妈徐国勇本人啊，署长也下去了嘛。警察署长下去在那边演嘛，哦，有我们很关心啊，哦，很关心啊，哦，来，今天的新闻出来了，来，这就是打成这样，哎，关心成这样，戏演成这样，冷门扣的像搞不啊，冷门扣的像搞不啊，来，我跟你们，我问一下大家哦，这种这样的司法啦，你开不开枪嘛，冷门扣的搞不，冷门扣的出来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交保是什么？我跟大家讲哦，接下来就是等诉讼，就是接下来就没事了哦，就一样请律师，一样哦，一样请300块多内这些，一样请律师，然后一样慢慢在外面哦，继续爽爽的过哦，然后慢慢打哦，从他妈5年啊、10年打成7年打成哦，再交保，再假释一下，关个2-3年就出来了。但是中间呢？2-3年，他可以在外面很舒服。这就是我们的政府，这就是跟一般流氓啊，怎么恐吓人的，他也会证明给你看。他先，这个就台湾行之有年的方式啊。哦，接下来跟大家聊这个东西啦。哦，为什么台湾的民众这么怕兄弟？为什么这些坏人到现在台湾人还是恐惧，还是会给他们钱，还是交保护费，还是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你政府根本就在做戏。今天只要我犯法了，我去来啊，干你娘嘞！以前都说来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交保出来再找你啊，干你娘！我让你知道，
把人家打一顿，或是拿枪去把人家卡一顿，报警嘛，你更死，他马上就交保了，就叫另外一组小弟再去打你一顿，不然他妈这次你就死了，他会证明给你看，法律这么没用，我马上就交保出来了，你等我啊，等我出来修理你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进步啦，鼓励大家犯法，你这样就交保啊，就是这样而已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哦，蓝小英讲的，我们没黑金政治啦，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有做啦，司法改革什么的，我们都怎么样啦？你侧翼出来讲啊，这怎么样？又要说侯友宜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侧翼出来讲嘛。我今天我跟你讲啦，这个真的太扯淡了啦。哦，真的太扯淡了啦。你们等着，你们民进党呢？我本来认为呢，国民党没有办法改的，我们把希望，人民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。结果你改了什么？你改的越来越扯了。检察官也去跟检察官让黑道招待，政风处让黑道招待，然后一堆人他妈警察队队长、侦查队队长去跟坏人一起搏掉。哦，这里现在新闻，然后原来所有人都在一起，然后现在主嫌也走了，也没事了。哦，刚刚看到黄国昌嘛，后面的大哥没抓到，已经放了跑了。哦，然后这些人呢，全部都抓小弟，然后警察呢，到现在这个警大校长还是在坐他的位置，一支过也没记，什么事情都没做。徐国勇只说啊，下令调查，就这样。你不改哦，你下来了啦。我觉得民进党下来了，不要揍了啦。你连治安都管不好哦，连这些东西你下来了啦。怎么抓都抓那些小朋友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你真的去死一死啊！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再支持民进党，我也看不下去。我就是被害人，这个要我在节目上面啊，一直警告你们民进党，警告几次。我现在人生当中最痛恨的。就是这一种危害百姓的人，大家每一天都要辛辛苦苦工作才赚得到钱，凭什么你们这些人买个几把他妈的枪啊，几个三五成群就整天出去恐吓就有钱，过得比我们都好，然后他妈每天招待这些政府官员，招待这些法官检察官，招待这些警察喝花酒啊，每天就过得比我们这样辛辛苦苦呢，大家每天早上起来呢，累得要死，然后工作做得要死，每一个月也那几万块，啊，大家都来当流氓，大家都来买枪，大家都来干坏事就好。你这个民进党政府，你就是不做事。司法改革改个屁！最近扫黑都在扫假的啦，真正的大哥才不会被抓了，笑死人了，人满口搞爆，人满口搞爆。你去现在很美国就好了，民进党最喜欢美国。你问美国人开枪扫射88枪，可不可以交保？还跑两个地方扫，你去问美国嘛，他们最喜欢的嘛。这就是哦，你们侧翼哦，整天在支持的啦，哎，整天在支持，整天在泼烂的啦，就是这些人啦。孙安佐，我们看孙安佐就好，他一发也没开，他只是在家收到这一些文件。哦，收到这些枪支，就直接被压在里面，压了好几个月，还没妈的！你台湾的司法就是给政治人物讨好黑道、讨好坏人，还有讨好这些贪污犯使用的。
为什么大家都要掌权？其实黑道一年供一年，我讲一个白的啦，黑道一年啊，根据我所了解啊，政治现金给这些政治人物也真的不少钱，真的不少钱哦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来路不明的钱哦，拿去选举的时候非常好花哦，嗯，拿去选举的时候是非常好花、哦。所以他们为什么大家都要选？为什么大家都要站这个位置？就是这样来的嘛，大家了解了吗？每一样事情都有钱可以贪，每一样工作都有钱可以污，每一个都代表说：“哎呦，现在我权力至上。我，你看看，检察官也可以烂下去啊！这么大的新闻，今天报了没？这么大的东西，你徐国勇还不去作证，你司法部长还不去作证，你不是很喜欢作证吗？一屁股坐在那边嘛。”点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晚上，哦，造势大会，哦，造势大会，我实在是最近哦，看这个哦，我是觉得很摇头啦，哦，我是觉得很摇头啦。那大家也看了觉得很烦啦，反正呢，我在那边预言呢，明年会很精彩啊。明年呢，有一个政党叫民进党，就会很可怜，很可怜的样子。那明年呢，这些车役呢，应该会乖的跟狗一样，哦，主人下令，你们不要再出来乱了。真的让台湾人哦印象很差哦，对，你再等着看，台湾的年轻人，你们的票很多嘛，我们再等着看这一次你年轻人的票多不多，等着看啊，哦，不是哦，讨好这些年轻网红，叫这些年轻的人来在你的台上表演表演，就是给年轻人未来啦。政策才是给年轻人未来的啦，哎，大家等着看哦，你等着看，我真的是跟大家讲，你只要过了这次选举完之后，我预测啦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这边先预测啦，哦，绝对吸料料，那没有关系，哦，明年等着每一个人乖的跟狗一样。然后呢，我在那边再预测，明年他一定会过一些案子。但是呢，我就讲了嘛，明年一定会过一些案子给你们看，因为要选立委了嘛，要选总统了嘛，总是要做一些什么给你看嘛。你看哦，这就是我们台湾政治可悲的地方。上到现在嘛，两年嘛，明年第三年嘛。明年第三年才要做事，也就是说呢，当你选了一狗票的立委，他们前三年是都在想办法在中饱私囊，替财团开后门，最后三年要选了，才开始勉勉强强的过一些法案，然后这些法案呢，一定会过得很掰咖，很掰咖，哦，比较防路灯。房市登录 2.0 版，就是那个版本呢，会改的呢很好笑。比如讲说哦，枪支修法哦，那多个一年吧，哦，多个什么吧，就小改一点点这样子，改的很像那种，刚刚这次酒驾嘛，有啊，我们有再提升一点啊，哦，改的你无感觉，有我们有做了哦，哦，大家等着看，他一定会想办法修一些东西。然后出来，到时候出来说有，我们有做什么什么什么哦，你们等着看，你们各位等着看，对，一点点的法案，因为18年19年也是这样，18年19年也是这样，哎哎，对，你等着看，